记者从海南省今天在宁举行的旅游推介会上获悉，备受关注的三沙岛旅游线路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中，将于年底正式开通。初期线路为海南岛的文昌市到西沙群岛的永兴岛，乘坐游轮西发昭至，四日海岛观光一天。由于该岛中心区域面积仅有1.2平方公里，出于生态保护的考虑，暂不提供岛上住宿。好，节目最后看天。预计呢，今天夜里我省是晴到多云为主的。